距离2014央视马年春晚还有100天，今年有了冯小刚和赵本山的加入，春晚的动态一直备受关注。从宣布冯小刚担任本届春晚总导演以来，网上便一直有各类关于春晚的消息爆出，但节目组和冯导一直三缄其口，这次冯导终于要发声了。央视春晚官方宣布，总导演冯小刚将于10月26日本周六下午3点至4点通过央视春晚的官方微信平台与广大网友互动，即日起网友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向冯导提问，而冯导也将首次给予正面回应。为了保证访谈效果，节目组还特意强调，本次访谈只涉及春晚，其他内容不做回应。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春晚消息，到底今年冯小刚会为全国观众端出一台什么样的春晚大餐？山丹丹组合有没有可能重组？还有哪些明星会来上春晚？你还有什么关心的问题？现在就拿起手机，赶紧来提问吧。